哎，对了，玉米，你漫威英雄里面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呢？那还用说，但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钢铁人啊。那你呢？我最喜欢雷神索尔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啊，那我很好奇耶，钢铁人跟雷神索尔哪一个比较厉害呢？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如交给台下的各位嘉宾们评断看看吧。那要欣赏这两位漫威英雄的对决呢，当然缺少不了我们的编曲以及指挥郭明生老师，还有台湾三大口琴乐团之一的 Judith 口琴乐团，以及舞蹈迷火佛朗明哥艺术中心的老师们了。是的，为了这首曲目的演出，我们特地邀请了雷神索尔本人亲临现场，来为我们这一场演出增添更完美的一笔，所以还请大家要时时的盯着舞台哦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我们乐团里最斯文的指挥家郭明生老师。